继续要来看的消息，请农民朋友要特别的注意，目前是马铃薯甲甘麦片重要的生产时期，因为南部地区早暗的温差较大，透早的时阵会当看到植株的叶片顶端有露水，这种的环境真适合万叶病发生。如果再拄到伴随着雨雾的低温来袭，旱害发生甲蔓延将会更加快速。嘉义县政府特别邀请农友要注意到防治的工作，以减少损失。管护表示，马铃薯以及甘麦片弯叶病好发伫低温湿冷的天气，为了有效预防弯叶病发生，适合改善田间排水甲通风，并且配合使用1000杯亚磷酸甲1000杯氢氧化钠中和的中药，每七天使用一剂，连续2至3剂，会当提悬植株对病害抵抗力，必须爱发病进前使用才有效。向向气温下降，这会使安尼讲，最主要是气候变动较厉害。直接甲呼吁吼，咱县内农民要注意保温，尤其吼，咱头毛多比较容易发生晚疫病，因为低温高湿，若连续落雨，大家我们要注意病虫害的控制。农业处讲，为了整合病害防治时期，农友应该密切注意气象预报。伫冬天甲春天的时阵，有连续阴雨的气候出现进前，立即施药，就会当有效控制病害发生甲蔓延。如果田间已经有病害发生，应该特地清除离病组织，并且立即施药，以避免病害蔓延。最新新闻，将来是嘉义县蔡宏报道。